我整就好了。刚刚剪，姐，你刚刚才把头发剪掉哦。对。我本来是来老师接我一下，我把他们留到这哇，然后因为衣服穿上去之后，他们觉得要更利落一点，更搭配这一套衣服，所以直接咔嚓就到这里了。大概几公分啊？应该有三个二十，快三十公分，没有上去啊。没有，而且我都不知经纪人回来，我按那个搭剪，还有再剪一个东西，这边也有，胸前也剪掉，也是有剪的，讲一下，胸前也剪了，就是原本比较高啊，对，本来是更平一点，然后那个林威老师也说好像太高了，所以要再往下低一点，其实后面啊。大概多了3公分之前，可以再低吧？这样就好了。我后面就多低5公分了呢。那你可以再低2公分啊。那等一下我们去后面，我低给你看。不要，你上台的时候笑就可以。谢谢，这样就好了。也是特别喜欢你啊。对，我今天很开心，对，能够跟我的恩师一起走，跟上次距离到现在我20年了。哇。你准你27岁对不？嘿对，今晚五兆，对，很开心。我们刚才车上一直聊，觉得哇，我们已经我们两个明年会办演唱会哦，一起抢先一个，抢先一个，在哪里啊？可以说吗？你要不要讲多一点啊？我已经在安排了，在安排。没有老师，因为我穿得太性感了，胡言乱语。那么快，已经答应，刚刚在车上就答应了。会紧张吗？啊？但今年不会啦，我的乐队那么强，他不会紧张的。有带什么幸运物吗？啊？幸运物。而且我一回来，老公跟儿子，我儿子早上就跟我上来了。哦。但我听说我老公刚到了，对。希望能够顺利。跟老师一起上台领奖，真的，你也是啊。我自在参加。这一次吗？对啊，好像跟老师一起走比较不紧张哎。真的，我在得奖哎，还不知道，等一下才知道。会不会有准备好小抄了？没有，就台上发挥，台上。新造型，老公跟儿子看过了吗？我老公还没看过，所以老公还不知道你把头发剪掉吗？他刚应该看电视知道的啦。老公知道你往下缩2公分没有？吓我一跳，都不知道。而且我老公今天是看到电视一幕才知道我今天穿怎样。哦。那他有吓一跳吗？想说头发没看到他。哈哈哈哈哈。老公都 OK。他很 OK， 他都希望我很辣。哦。因为我自己其实还好吧，前两年比较辣。前两年是到这个，对，肚脐那次。今天就很性感，谢谢，好漂亮，好好看哦。预祝得奖，得奖，姐加油，得奖，得奖，得奖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